信到永远，照亮那未来色的天，一起走向前。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你们会不会？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开心歌迷会，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呢，大家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开心歌迷会的这位嘉宾呀、啊，我相信他的歌大家肯定都听过。我忍不住现在就想唱，都会唱。这位歌手啊，他出生在宝岛台湾，但是他的祖籍在湖北武汉。他呢，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歌手。我相信，只要他的声音一旦响起，一定会把你带到那美好的时代。好，让我们赶紧请出今天我们这位优秀的嘉宾，让我们有请歌手李翊君，欢迎。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全毁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想你飞鱼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谢谢，嗨，两位主持人，你们好，你好，欢迎李翊君，你好，大家好。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来到我们开心歌迷会了，再次欢迎李翊君，谢谢。刚刚李翊君在上面唱这首《雨蝶》的时候，小尼同学在下面一个劲的感叹。我太多回忆了。哇，哎，你唱的不错哎。是吗？那我再多唱几句。OK。哎，算了。我说实话，每一次跟朋友们去 KTV 的时候，卡拉 OK 的时候，都会唱到李翊君的经典的歌曲。但是说实话，你们要是站在这个台上，站在他的身边，你们就能体会了，看到真人就唱不出来了。哦，是吗？会紧张。能不能有一个非分的请求？是。下一次去卡拉 OK 的时候，带着我的人能不能带你一起去，一起唱评剧。说到这个雨蝶，今天我们开场的这首歌曲，一定勾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回忆，包括我小时候。那个是演《还珠格格》的时候，小妮，你那时候很小吗？我怕说出来李翊君会不会生气呀、啊？我那个时候，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生气。你扶着我一点啊！李翊君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就是《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我才上初二。才十五六岁的样子，是1998年，是不是？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过高中毕业。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很感谢他一直给我机会。哎呀，群阿姨真的是推出了很多受大家喜爱的这个演员还有歌手，像李翊君这样。对，据说是当时群阿姨从你的这个一张专辑当中挑出来的是你自己的一首歌，对吧？这个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歌词，也录好音了。那这个曲是张宇写的。那时候阿姨刚刚好，她《还珠格格》已经快要上映了，那她就要找一个这个连续剧主题曲，但是我们就很希
希望说阿姨可以采用我们这个 CD 里面的歌曲。她一听她很喜欢这个歌，但是唱阿姨的歌她有一个她的坚持，就是她一定要自己写歌词，所以就是歌词就被颠覆了，要重新换上雨蝶的词这样子。所以这个歌其实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雨蝶，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这种流行音乐比较都会的版本，叫沙漠寂寞。沙漠寂寞，同曲不同词。哎呦，那我所以张宇赚翻了，你知道吗？那您看，我们对雨蝶特别熟悉，但是对你所说的沙漠寂寞基本上就比较陌生了。这样借这个机会也还原一下最真的这个原版好不好？好，最原始版本的雨蝶，来感受一下。老师给我一个 key。沙漠寂寞，就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无路可走，也不能回头。你给的承诺，都还在骗我。沙漠寂寞，就谁来挽救？谁又在远处点亮霓虹？好几座连夜，你有那多痛苦的感受？哇，很难得，谢谢。开心歌迷会听到了最原始版本的雨蝶。其实我知道歌迷对于李翊君一直不断的会有一些要求啊、期许啊等等等等。我知道其实歌迷特别希望你有机会能够跳舞，刚才说到了都会的感觉。可是我会同手同脚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李翊君啊？你好像好像那咱们从简单一点来吧。先给李翊君出道题，就是我就不出题了。我觉得今天开心歌迷会的观众朋友们的现场的歌迷来着了，因为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李翊君和歌迷互动的环节。现场我们要请上两位歌迷上台和李翊君面对面完成一个小游戏，看看谁愿意上台呢。哎，机会难得，只有两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举手。我替你挑吧，我替你挑。今天穿的颜色鲜艳一点，就那位红色 T 恤的男生。再来那位花衬衫的女孩，你最打眼了，来吧。来，先跟你的偶像握手，打个招呼。来，嗨，你好，你好。我发现你挑两位歌迷有一共同特点，你们俩长得很像。哎，都喜欢李翊君，也都是他的歌迷，是吗？你能不能唱几句经常点的？唱永远永远吧。哇，你看他都会。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但我不足，也看不见，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妹妹，老实说你是来踢馆的吧？你怎么唱得那么好啊？你对，就是也是小时候经常看那个电视剧嘛，那个永远永远是风云电视剧的那个片尾曲，然后当时也像还珠格格一样追着看，所以就特别喜欢这个。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我所有唱过的歌里面最喜欢就是永远永远这个歌，一下就触动你的心境了。对，证明我的年纪跟智慧跟你跟思想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好，这次歌迷和李翊君的互动很难得，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有请卡祖笛。卡祖笛来了。卡祖笛是什么呢？李翊君此时此刻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喏，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玩意儿，卡祖笛。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种乐器。哎，大家可能会有点小看它。这是乐器吗？它其实是乐器。我以为它是什么门把还是什么的。你觉得我会那么小气吗？把门把手拿到台上来。真的很像，所以我觉得它很看起来很普通。来，李翊君，我来让你，我来用它吹一吹你唱的歌。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乐器，这个很好玩。对，我觉得它很有趣。嗯，你觉得它有趣，一会儿你就不会觉得它有趣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歌迷要用卡祖笛来吹奏大屏幕上即时显示的歌曲，让李怡君来猜。好、哦，如果说我们的李怡君，你觉得可以吗？我试试看，试试看。对，来，但是要吹清楚一点。准备好了，马上开始，请看大屏幕。你们吹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你一开始吹哈，我以为是我很熟悉的一首闽南歌。哦，那你先。后来我知道应该不是，是不是？什么天长地久？叫什么歌名啊？别不许提醒。那个。知道是什么歌了，但是歌名是。爱的初体验。喂，答正确。哎，我特别好奇那个闽南语的歌他怎么唱。他，我想到是一个很老的老歌。今夜红泥迷。一点关系没有。来，完全没关系。爱的初体验，我们来还是要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对哈、哦。一起唱。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牵诗歌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又是你啊。你是怕他了是吗？我和你吻别，是不是吻别吗？大家说对不对？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拿我给你献。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嘲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有尽力。我们看看下一首歌曲。有一只蚊子。再想另外一个段落，有没有另外一个段落？没了。换男生吹一下，你吹一下，你会吗？你试试。他吹完了，估计你更不会。我还吹刚才那段吗？还吹这个。是什么？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心里，每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你答错了。老师吗？再一次。结果吹出来还是那样。那个潇洒走一回。这两个歌还蛮像的。那个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像呢？真的很像。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天地拥有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
特别爽，很过瘾，而且跟我们喜欢的明星一起去唱，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即便很过瘾，我们还是要继续考试。好，来，请看下一页。这个歌哈，基本上在中国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唱。没错，就是那首《有个女孩名叫婉菊》。这个歌呢，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的歌，我觉得这个歌很难得，因为他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歌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新贵妃醉酒》，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听一下正确答案。爱恨秋。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太入戏了，好厉害。好，来，接下来继续演示，请看题目。那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对不对？歌名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啊，是不是呢？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不会不会，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难倒你啊。对啊，再来再来。这再什么来啊，我们已经把绝招都出尽了。大家对李翊君这一关的表现感觉怎么样？满意吗？那就顺利过关吧。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李翊君以及我们两位可爱的歌迷。好，为了表达对两位歌迷的感谢之情呢，也要给两位送上我们节目组一份礼物。这个是我的 CD。那要送给两位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啊，谢谢。这个是我亲笔签名的，谢谢我们两位歌迷。翊君，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现场歌迷是最多的一次。哦，真的吗？你看这个做得非常的满，座无虚席。让我再一次的谢谢你们。谢谢。不仅是歌迷最多的一次，同样还有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歌迷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正所谓大牌歌迷嘛。大牌是谁呢？是谁呢？我们掌声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有请李玉刚。李玉刚来了，真的哪儿呢？李玉刚，李玉刚哪儿呢？李玉刚，李玉刚，欢迎。谢谢。感觉这么多花都应该再多一点才能配得上李翊君。谢谢。然后呢，谢谢，我刚才也特意签了我的一般专辑送给翊君。谢谢谢谢。哎呦，这是新发的。说真的，我也是他的歌迷，而且我妈妈更是他的歌迷。你知道我妈妈在家就是每天拿那个 iPad 就开始一直找。来找李玉刚所有的表演，他是每天一定要看完他才能够上床睡觉。他太爱他了，你知道吗？
其实不仅是偶像，还是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最起码，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偶尔啊看到很多节目的时候，会想到在台北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李翊君，他有很多很多的歌大家都喜欢，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也喜欢。好，谢谢。最重要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艺人，很棒的歌手，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是剧校毕业的，我是真正的学京戏的学生，可是呢我却没有往这方面的艺术前进，我来唱流行歌曲做流行音乐。可是玉刚呢，你知道他应该算是就是半路出家。对对对，我是半路出家。对，可是呢我真的觉得他的努力真的比很多的专科的人还表现得还要精彩，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敬佩他的地方。所以光这一点啊，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哎，就是惺惺相惜嘛，两位好朋友在一起。对，刚才你也提到自己呢，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对对，现在还能唱一些京剧吗？现在不行，现在都唱流行音乐了。我怎么不信呢？就是真的，我不骗你，真的。看着我说，真的？真的吗？真的，你们信吗？我跟你讲，这样好不好？我觉得玉刚呢最棒，就是你知道他唱女生的那个部分。那你唱男，我唱男生的部分，好不好？好，你可以吗？就是我唱他《新贵妃醉酒》流行音乐的那个部分，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哎，这个版本。好。满园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来也花尽翅膀，留下太多愁。不要问谁是谁非，感情已破碎，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爱恨纠不愧是好朋友，惺惺相惜，再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哎，但是我有个提议哈，刚刚是这个翊君呢，救了玉刚啊，就是唱了玉刚的歌。是。现在你是作为我们今天这个重点推出的超级粉丝，我想你是不是应该现场也来唱唱翊君的歌？Rain Down，他的歌太多了。但我从来没有正式场合唱过。真的吗？对对对，那个我今天想尝试一次，好，给我自己的这样的艺术生命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彩的瞬间。哇，刚才唱了京剧，你知道也会唱越剧，接下来我们就唱一段评剧怎么样？评剧啊，明白了，小儿我自由。哇，你主持的功力好棒哦。这个评剧经常会有人拿这个开玩笑，可见评剧这首歌真的是深入人心。会唱吗？我可以坦白的讲，我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会用尽我自己全身的力量来配合翊君。好，那我们就在开心歌迷会的现场聆听一下李翊君和我们李玉刚现场即兴对唱的这首《评剧》。Thank you.
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我和管彤都不愿意上来了，因为我特别不想破坏两个朋友之间如此温馨的一个环境。我们两个以后一定要唱一首歌，一定要唱一首歌。我做男生，他当女生。哟，这个是相当有这个特点的一种组合哈。真的。再次把掌声送给李玉刚，谢谢。谢谢玉刚，谢谢。祝义军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永远的幸福，永远的健康，永远的有那么多人喜欢。谢谢玉刚。谢谢李玉刚这位超级粉丝啊！其实我也是他的超级粉丝，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的友谊，也很希望就是下一次他到台湾的时候啊，如果可以的话，不管他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他，我都可以出现。那我们现场的歌迷要是去台湾的话，欢迎你们一样打电话给我 ，OK？ 哎，好。其实我刚才呢就是想让我们现场的歌迷真正感受到李翊君对大家的爱和对大家的热情，所以要不要再回馈一下呢？就是说再请上一些歌迷来跟翊君进行一下互动，没错，好不好？好吗？一个女孩名叫婉君，为我心碎，换我一夜不流泪。女中音啊，凭据这是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不是？我一样会珍惜。好吗？看看谁愿意上台表现呢？来，举起手，请三位吧。三位好。这个游戏要三位，我一般只能看见颜色比较鲜艳的那位大哥。这，你好，来，粉色的小女孩，还有吗？桃红色衣服的，好。欢迎欢迎三位。李翊君的歌会唱吗？会唱。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啊，我把你骗上来，其实不是让你考李翊君，是让你接受李翊君的考验啊。这回要换过来了，接下来李翊君要唱一些自己的歌，还有自己翻唱的一些歌曲，让歌迷来接歌，看看哪位歌迷接的最多，唱的最好，可以吗？好，来，规则就是这样，来，马上各就各位。李军当考官站在这儿的感觉怎么样？当然是心情很轻松，心里。可是三位好朋友，你们放心，我也不会出太难的题目。这首歌呢是我的歌。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哦，迷惑的心缠绵着昨日的伤痛，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曾经在雨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
后呢，还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叫《千千阙歌》。对，其他有两个粤语版本，还有一个是梅艳芳唱过的，叫做《夕阳之歌》。但是呢，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翻唱。有没有人会唱粤语版本呢？哦，粤语版本的也会。来听一下，听一下。《千千阙歌》嘛，啊，可以啊。来呀，纵使千千阙歌飘远方我路上，来呀，纵使千千万声。这一关也是非常出色的通过了。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歌有一点难度，但是呢也算是大家耳熟能详这样子。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原地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如我觉得应该要给他过。对，真的没想到这首歌是居然是这位先生强唱到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表情特别严肃的。我的女孩名叫婉君，很不容易了。哎，关键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叶君自己都说了，就这几个字实际上很难唱的。因为其实这个歌词呢，我觉得大概除了我吧是主唱人，一般来讲，除非你真的很用心做功课，要不然根本记不起来，因为它完全是古文，很难。这是琼瑶阿姨写的词，阿姨写的。哎，据说你在录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个女孩名叫婉君，这几个字录了八个钟头。八个小时，对，就这一个第一句话，就那第一句，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因为以前的录音技术没有那么好，然后再来就是制作人要求你音准、咬字、拍子全部都要完全到位，因为那是我唱的第一个连续剧主题曲，而且它是出来的第一句，所以他觉得很重要，所以呢，因为觉得很重要，就唱了八个钟头这样。哦，好。来，这位先生，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真的，来，掌声鼓励一下。但这歌真不适合您唱，来继续。接下来这个歌应该都会唱。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热情总是难舍难分，你的爱只剩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大叔感觉怎么样？成熟之美。哎，李翊君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两位都很好，其实三位应该都会唱，感觉他们都是想抢麦克风，但是呢这个粉红女孩略胜一筹，她死扒的不放这样。主要是我们这个男生比较有绅士风度啊，不硬抢、okay、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好，真的很棒。对对，接下来我要唱这个歌，你们一定都会唱。好，准备抢麦克风好了。哦，好不好？前奏响起。曾经年少爱追梦，而一心只想往前飞，
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我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看看你那风吹，付出的爱是收不回。出来的吗？再按照那个声给我们再唱两句别的。别的。愿这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忘把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太厉害了，女中音呢、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朋友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好不好？来，掌声表示一下。不能只有言语上的肯定，对不对？对，也是有礼物啊。没错，谢谢谢谢谢谢，希望你喜欢，谢谢谢谢。好，再一次掌声，谢谢三位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李怡君，好吗？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觉得今天开心歌迷会的歌迷朋友们真的玩得特别的开心。对，其实啊、今天希望就是每一段表演大家都能够真的很开心，这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精彩还在不断的延续当中。对于所有开心歌迷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接下来您要竖起耳朵听好了，这道题目是李军也听好啊，二胡有两根弦，对吗？你肯定知道答案，但是你不能说。哦，不能说。接下来要欢迎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拿起手机，编辑字母 T 加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对或者是不对，发送到10669999082。开心歌迷会将帮助你实现家庭梦想。今天在我们开心歌迷会的现场，我觉得真的特别过瘾，因为怡君呢带给我们大家很多自己的经典作品。嗯，其实算起来，李怡君真的很早就出道了，对，16岁啊，就是评剧嘛，那张专辑。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这个阶段是吗？哇，有，你看我们导演多有心，找出来。评剧这是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不是？对，那个时候那个造型就是很小男生、很中性的造型。像我觉得那时候挺装成熟的，是不是？就是装忧郁了。年龄太小，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怎么能驾驭这种歌。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我怎么唱，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唱完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录音室呢，就是完全依照制作人的要求，这个音要准，拍子要准，歌词要唱得有感情，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做。但是呢，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唱完走出那个录音室，因为很害怕，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多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歌出版发行之后可以说是一炮而红。真的没有想到。那从16岁到现在哈，算起来怡君已经出过40多张专辑了。对哈，对。那最近的新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OK， 最近这张新专辑呢，它的这个专辑名称叫《男人坏》。听见没有？男人坏。你唱什么不好？你非要说我们男人坏是什么意思啊？男人怎么坏了？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男生都喜欢呢，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装得很酷，其实呢，不代表他不会受伤，也不代表他受伤是不痛的。奉劝天下的男生，男男女女，我觉得都一样，对待感情都要真心相待。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认为男生真的那么坏。对，今天开心歌迷会的歌迷朋友有没有机会听到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呢？你们想听吗？想听吗？OK， 那这样好吧，我们唱一首比较有中国元素的歌《梦红楼》，好不好？
成翅膀飞向希望。花落天亮，风也染红肩膀，离别泪不一样，敲打着心房，为爱上绸缎裳，只有我在心上。流水停止歌唱，迷了方向。你葬花拾起美脸庞，你凭一笑抓住目光，无奈天捉弄人不够善良，故事都是伪装。你笑得如此凄凉，身边的人不能想象。剪断一缕长发，失去鸳鸯，不幸红楼已成过往。看红楼故事，如今已成绝响，有多少人为他日夜牵挂，切不断爱恨。千年等待如梦一场，你笑得如此凄凉，身边的人不能想象。剪断一缕长发，失去鸳鸯，不幸红楼已成过往。梦红楼一首新歌，是希望大家会辛苦辛苦了。今天这个李君远道而来，从宝岛台湾为我们歌迷会的这个现场带来了这么多好歌。但是刚刚一开始我们也介绍到了，你的这个祖籍是武汉，对吧？对。现在老家还有没有亲人呢？有，我还有一个姑姑在武汉。多大年纪？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对对，所以其实有我有时候来内地，就是有多几天的时间，我都会飞到武汉去看看她。对，姑姑看到李君应该会很开心吧？非常开心。姑姑会唱你的歌吗？应该不会。但是姑姑很棒，就是所有的剪报啊什么，她都会剪下来，就是帮我收集资料。所以真的，虽然我不是从小就是一直看到姑姑，可是后来就是我可以回来看到姑姑的时候，真的觉得还是很亲。所以这种亲人之间的联系是永远都割舍不断的。没错，你知道武汉就是到夏天的时候，那个莲藕很有名。嗯，就是我姑姑，因为我很喜欢吃莲藕，所以我每次去，她就炖了一堆莲藕排骨给我喝那个汤，这样子。姑姑现在在电视机前看着，可能老泪纵横的，要不要打个招呼？你好吗，姑姑？所以我觉得亲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爱人之间的这种感情，都是永远在维系着我们的心间。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够让你不断的去回复过往，保持亲人这种联系，说明你真的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对，其实这一路走来啊，我觉得受到非常多的人帮助，那也每天你都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一些感动的这种感觉，所以时时刻刻有一个感恩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你会提醒自己要很谦虚，你会提醒自己要懂得去感恩你拥有的这一切。既然今天来到了开心歌迷会，我觉得唱的歌还不够，大家还没有听过瘾。还有什么歌没听到的？那太多了，那太多了。再唱一首歌吧。那这样好不好？唱一首我曾经翻唱过的歌，但这个歌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喜欢，是《感恩的心》这个歌，大家会唱吗？就用感恩的心来表达刚才所有的感想和心情。对，用感恩的心，谢谢大家。感恩的心，有请李君。谢谢。下一刻呼唤我。
到这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时代怎样变迁，那些经典歌曲永远都会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又会是哪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开心歌迷会，和大家一起去唱起那些经典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期待，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开心歌迷会，我们再见。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开心歌迷会，有请刘大成。诸位，我劝你别再来第二声了，我怕把那个什么招来。准备一份礼物。我觉得不好意思给他。什么礼？就是我就。开心到永远，在那桃花，啊哈，北国的春天，北国祭奠。我向你吹风，温柔的吹，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天上大悠悠，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你们会不会？